城里的露珠，等待着阳光。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这份错，当悲欢靠近的时候，我不再有愁。才可怜，他一生中只爱他自己跟我，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亲儿子，结果所有的爱都落空了，事业也全毁了，望子不成龙。男人最可悲的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第三呢？好好的孝顺你妈妈，还有你爸爸会。会的，我捡到一个你那么好的干爸爸，还有一个新爸爸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宝。而妈妈她用爱来养一个被强暴所生下来的小孩，实在不简单。人类从战争的角度来看，有时候是很残酷的。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很多小孩子就这样子被强暴了生了下来。是啊，那些小孩子有的被丢到河里淹死，或被卖掉，或去当奴隶。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。对，因为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爸爸，还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妈妈。火焰爸爸都可以接受他的仇人跟所爱的人生下来的孩子，马柱却不行。小翠，我们上下两代的恩怨就全看你这一代了。因为我是爱恨的结晶，对不对？让爱战胜仇恨好吗？能吗？我没有把握，真的。人世间的恩恩怨怨，宜解不宜解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嗯，不会的。对不起啊，你电话号码簿借我用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小海，你比矬子大，为什么一定要打他？不要打了。他要跟我比力气。比力气？比力气就一定要打架？不打架怎么知道谁的力气大？你们俩力气大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
那棵大树，两个人一起去绕着树跑，一人跑50圈，快去。当年的做老师一样，韩春，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讲，运动也是一种很好的惩罚方式。对了，韩春，顺仁明天可以出院了吧？嗯，但是宝林一直都没有来电话。我想宝林是在等顺仁出院，等顺仁出院多休息几天以后呢，宝林才会跟我们联络。也许吧。霍言，你看他不是春眠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和谈的。不怕我把你送到警察局去？怕就不敢来了。你想谈什么？我想单独跟火炎谈。在这里没什么不能公开谈的。也好，火炎，我现在这快20年来，你心里一定一直有个疑问，有个疑问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霍言，我记得当年那场血案，喂，哎，春明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事？你看看，报纸上有个新闻呢，北一路进宜来郊区，发现无名男尸已具，你就回去告诉你公公，说这个无名男尸就是我，你看他反应怎么样？真是个好主意。把这把枪带回去，交给你公公，怂恿他拿火炎的命去换顺仁的命，让火炎成为顺仁的替死鬼。你是想让我公公去杀江火炎，让别人误以为是江火炎杀了马祖以后而尾罪自杀的，然后你再趁乱来收拾他？你很聪明，但是这个事情不能让顺忠知道，顺忠这个小子贼得很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想，不过火炎知道是我杀他爸爸青龙的凶手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，所以火炎一定要被牺牲掉，当你公公的陪葬。你想让他们自相残杀，你在渔翁得利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爸，这是今天的报纸，马祖的尸体找到了，报上的那具无名男尸就是马祖，是我跟顺忠去弃尸的，所以我很清楚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些是顺仁完了。哎呀，我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啊。春眠了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要保护顺仁。爸，你的事情我已经想过，我想来想去也只有用江火炎来换顺仁的命，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一个圈套，让别人误以为是火炎杀了马祖，让火炎去畏罪自杀。我为什么要畏罪自杀？因为以前火爷他一直怀疑是马祖杀了他父亲，对于这一点他一直耿耿于怀。现在马祖死了，说火爷是凶手讲得过去吧？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情我做不下去。爸爸，江火爷他利用短卫他们去查一些你过去的事情，那些事情对你来说是相当的不利，说不定很快火炎会到警察局去告密，到那时候不但顺仁完了，
爸爸你也完了，我们刘家也会跟着完的。怎么样说也不行，火焰是青龙的儿子，别人可以牺牲，火焰不行。这种事情我下不了手。爸爸，我本来想自己处理吊江火焰，但是我是个女人，我不见得能治不得了他。到的时候，篓子就越捅越大了。而顺中的，他是公子哥儿一个，他哪能帮得了爸爸？更何况，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他不会为了你跟顺仁去扛这个责任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不行，我做不下去。爸爸，你今天下午可以约江火焰到海边的别墅，用酒把他灌醉，然后你伪装要自杀，江火焰他一定会去抢枪，到那时候你可以就用枪对着他开，然后再制造成江火焰他畏罪自杀的样子。至于以后的事情，就留着给我处理好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没有事了吧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奇怪，春梅为什么要牺牲火焰，又为什么不让顺从知道？他们两个人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对了，我应该把账裁上。趁着这个畜生，也许是我公公老奸巨猾，查到账目出了大问题，才把顺爱找去，命伤什么？然后又临时把你找去，交给你一个珠宝盒，大家一直在猜是我公公当年离开香港，私吞的一批日本人撤退香港时所遗留下来的那批珠宝钻石。总之，是众说纷纭。当我知道我公公为了这件事情震怒，我就通知马柱。采取非常行动，不能再依靠我公公来执行这个计划。至于我公公后来会跟你在海滨别墅谈什么，以及马柱为什么要杀你，还有杀顺爱跟杀我公公，大部分的原因你也已经很清楚了。唯一最可怜的替死鬼就是顺爱，他当初怎么会到海滨别墅，我却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也是我公公所害的人。火焰，你不要相信春眠说的话，我公公不是那种人。春眠，我看你不是编故事编过了头，就是你自己也被别人给耍了。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，就像你今天来，你会安的好心，那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春眠，你到处搅是非，你搅够了没有？我们不想听你讲这些话。说你们单纯，你们还真单纯。你想，顺爱他会一枪毙命，江火焰他只是受重伤，留下来受活罪蹲监狱，而我公公呢，他却能负伤从现场的逃走，被顺中软禁，然后又从顺中那里逃走，这里不是阴谋是什么？春眠，你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，你想利用我们找到爸爸，杀人灭口，对不对？我想的还更多。哪是你林寒翠的直肠子想得到的？春眠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当年你公公是怎么样离开现场的？还有，那把枪为什么一直找不到？当年警方居然能够在现场找不到一点点的线索，还有任何的挣扎的痕迹。这部分就由你找到我公公以后，你自个儿去问他。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，你就是我公想用来牺牲去救顺仁的最佳人选，你心里多多少少也想到这一层，不是吗？
就是我公公想用来牺牲，去救顺人的最佳人选。你心里多多少少也想到这一层，不是吗？我走了，祝你好运。我是想和我们一起跑五十天了。好了，进去休息休息，不要再打架了啊。是。春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？对了，韩翠，我倒是对你当年在香港，我在香港能发起来，是靠一位老先生。他认我做干女儿，他姓邓。他年纪大概几岁了？跟我公公差不多。刚才春眠讲，说你公公当年在香港的时候，吞了一批日本人的钻石还有珠宝。我在想啊，会不会有可能，他跟你干爹在香港当年就是旧事？事情，干爹，爷爷，爷爷，干爹，爷爹，干爹，干爹，霍言，你入狱的消息也是我干爹告诉我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你干爹跟你公公一定脱离不了关系了。也许是。韩翠，先陪我到我妈妈那边去一下。妈，我真希望你今天能够把你跟顺仁他父亲之间的关系跟我说清楚一点。因为我跟霍言知道宝林藏了我公公，妈，而且我这一两天就要跟顺仁的父亲把一切事情都要谈开了。如果我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的话，我怕到时候会把事情谈僵的。妈，当年如果不是马柱栽赃陷害给我的话，我也不会拖到今天才去跟他谈这个问题。你说什么？你说，你没有杀了顺仁的父亲和顺爱？当然没有杀他们呢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是马柱栽赃陷害到我头上来的。对，虽然我已经抓住马柱的把柄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一直不愿意提起来，所以就没跟你说过。天哪！为了这莫须有的罪名，害你白白枉费了20年的青春，也害得我不敢跟你相认。因为我一直以为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和你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杀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妹妹。你说火焰跟顺爱是同父异母？我以为是火焰杀了他们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
我在你湖上的小屋等你。我告诉你，第二天我就会找到你，然后把我的过去，其实就是你的身世告诉你。可是当我第二天到那个小屋去等你的时候，已经不到婚宴了。他昨天办我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出了什么事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你自己看。我不相信，霍元他不会杀人的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。嗯，我也是这么认为啊。可是他现在人在昏迷之中，那他这一切啊，等他清醒之后啊，才能够知道当时命案发生的真相。我走了。天哪，世界难道要轮回？霍言这么善良，又同世道是你亲生的父亲，顺爱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你怎么可以杀了他们？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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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！霍爷，如果你是为了我杀了青龙，杀了你父亲，杀了你妹妹，我怎么对得起你？我怎么对得起你？我现在对不起，我现在对不起。从你入狱开始，我就天天哭。我知道，此生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你，因为认了你，我必定要告诉你，你的亲生父亲就是顺仁的父亲。如果让你知道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那你一定一辈子都活在罪恶和自责中。你坐了十八年的牢，我也哭了十八年的日子，再加上老泪过度，我的眼睛就越来越不行。当你出狱后，我还是找不到你。本来我已经决定放弃手术的机会，可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鼓励自己，我要接受手术，我要接受手术，我要亲眼看到你站起来，我要亲眼看到你在这个社会立足，哪怕是一辈子都不能跟你相认，我也要治好我自己的眼睛，我一定要治好。最后，总算老天保佑，让我找到了你。可是，我还是不敢告诉你，顺仁的父亲就是你亲生的爸爸，因为我怕。你怕真的是我杀了我爸爸跟妹妹？我公公知不知道这一切？应该不知道。爸，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比你我不被刘家承认更悲哀的事情？什么事？这是当年顺仁他爸爸以为韩翠跟顺仁失手把马柱给杀死，所以他一急就把顺仁先送到日本去了。可是谁晓得后来村民又骗他说马柱的尸体被找到了，而且还怂恿他用我去替顺仁顶罪。什么？没想到吧，天底下居然有这种父亲，他想用一个儿子的命去换另外一个儿子的命，差别只是一个儿子有名分，一个儿子是私生子。
火焰，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吗？火焰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真不知道他要怎么样来面对我，他居然还会向宝林来跟我打听你的事情。打听我？ 既然是这样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给我一个交代。 交给你的那个珠宝盒，那里面全是废物一堆。那里面不是钻石跟珠宝吗？哼！那他当年何必骗我？难道他真的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拿我的命去换顺人的命吗？火焰，也许他另外有打算。我到现在才弄清楚，为什么当年你表姐在临死之前。 好的，谢谢你相亲，我想这件事情我会跟我公公再研究的。谢谢你，再见。爸，在催眠，他真的跑去告诉顺人我把你藏起来的事情，而且还企图拿枕头闷死顺人。这个顺眠呢，现在像一头疯狗，见到人就咬。 尤其是见到刘家的，更是狠。爸，韩翠提议，要我们先搬到当年那栋海滨别墅去住。我真不知道，如何见顺人，如何见火焰，两个都是我的孩子，两个都被我过去的恩怨所害。爸，你不要再责备你自己了，也不要再提过去，人的一生。 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嘛。对，但是也没有十恶十坏，可是爸就是十恶十坏。你不是的，爸。我是。我这个双手沾满了血腥，我的同胞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敌人，还有我的儿子，我的娘。 该下尸吧，爸。爸，宝莲，你的人生有几次的变化，都是爸害你的。爸爸现在对不起你。爸，我的悲剧都是我自己去惹出来的。人生的道路本来就是很坎坷的。 我不能再逃避，我要硬着头皮，要跟顺人、火焰，还有韩翠他们见面。为什么还包括韩翠？韩翠在香港会有今天的发展，也是我是否拜托香港的友人，像邓的帮助他的。也可以说，现在韩翠的财产都是我资助他的。 爸，宝玲，我当时不是不告诉你，我怕你的负担太重，所以才瞒着你。可是我不懂。好了，等到我们到海滨别墅去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我会一切的事情告诉你们。嗯，那我尽快去安排就是了。好。
如果何燕知道我是他的父亲，他一定会恨我，一定会恨我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让我知道我有个父亲活着？父亲这两个字，在我心里，已经永远随着青龙埋到土里去了。小子，怎么了？我爸爸早上说要带我去扫我妈妈的墓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来。想不想你爸爸？想啊，我爸上个礼拜才出院，他说今天要来带我的。爸爸一定会来的，一定是路上急，来不及了。小子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爸爸不爱自己的孩子。没有一个爸爸不爱自己的孩子。火焰，火焰，妈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，可是妈是真的爱你。小周，爸爸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晚了，对不起啊。小周，这里还好吧？今天来陪我，话特别的少。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虽然叔叔叫我圣人叔叔，不叫我干爸爸，一定跟我们刘家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最近好烦哦，我现在才发现。我亲生的爸爸是杀死爷爷跟姑姑的真正凶手，又害我的爸爸坐牢。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好罪恶。小翠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没有出生之前，你不要心烦，过去没有办法挽回的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难过啊。爷爷还活在这世界上，有一天我会跟他见面的，到时候。他知道我亲生的爸爸是杀了他们刘家的人，他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孙女？小翠，二十年前，你妈韩翠被强迫嫁到我家的时候，我曾经诅咒过。我诅咒我们刘家是个遭天谴的家，没有想到我的诅咒都一一的应验，但最千不该万不该。是不是你的病？不是，最不该应验的是我二哥顺孝的死，还
我才有你这复杂的出身，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最无辜的。爷爷是怎么样的人啊？我要怎么去形容我自己的父亲呢？尤其是在20年之后，我还知道他秘密的活着。我只能够说，他潜规则。 让我这个即将死亡的儿子，还忍不住的想为他流泪。那他会不会不认我？你会不会不认他？因为他杀死你亲爸爸马祖一家人。我也不知道。 今天顺仁不是要出院吗？对呀。你要去接他呀？嗯，我去接他。喂。嗯。好好，我会和韩翠在医院碰面的。好，谢谢。爸，是湘琴打来的电话，他说韩翠要和我在医院碰面。 当面把海滨别墅钥匙交给我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嗯，我会快去快回的。好。哦，对，爸，你千万不要乱开门，也不要乱接电话，要有我的暗号。好，知不知道？我懂，我懂。你小心啊，我先走。 我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了，欧爷，你会不会原谅我这个父亲？会不会原谅我这个父亲？ 小翠啊，我就要回诊所去了，你又要上课了，以后你就不能像这阵子一样常来看我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跟妈讲的，说不定她会答应我到你那里去住一阵子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嗯，来，宝林。 干爸爸，我到下面去买报纸，你们慢慢聊啊。行，原谅我，什么都过去了，我爱你，非常思念的爱你。 爸爸还好吧？宝林，世云，宝儿他想见你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呢？我想，就这一阵子吧，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。我很好，我可以下来走路了。 坐好，不要下来。思雨，爸他不但想见你，也想见火焰。为什么见火焰呢？爸爸是不是还想报复火焰呢？不是。 是。
你还有一个哥哥。什么哥哥？霍言是你哥哥。霍言为什么会是我哥哥呢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霍言有关那个疯婆子的事情？那个疯婆子就是黄秋梅，她是爸爸年轻的时候曾经被爸爸遗弃过那个女人，当时她已经怀了孕。霍言就是你同父异母哥哥。爸，你到底还做了什么没有天良的事情？我到底还有几位哥哥、几位姐姐、几位弟弟、几位妹妹呢？爸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让霍言背负了弑父杀妹的罪名？是，爸他心里也知道，这十九年来，他一直不敢跟你见面，原因，因为他一直良心不安，他一直在担心，当年暗杀他凶手的马祖，或是被关坐牢火焰，其中有一个很可能都是他的儿子。他把火焰害得这么惨。他应该良心不安，可是他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为什么要躲我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生之中都太为自己想了，到今天他还是这个样子。我知道我是他儿子，我认了，可是火爷，火爷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背？住了18年的冤狱被放了出来，人都半百了，才知道自己有一个这么伟大伟大的父亲。怎么批评爸爸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但是，这十几年来，只有我跟爸爸一直相依为命。我看着他从不可一世的父亲，到浑身重病、浑身瘫痪，现在也只有我会关心他、照顾他。你不要再责备爸爸，好吗？我本来以为我会走得很平静，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遗憾地走完我的人生。所以不要这么悲观嘛。宝莲，我怎么忍心留下你跟爸爸相依为命呢？我放不下心，老天爷，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的时间。是，你是天生的赢家，我要战胜病魔，战胜命运。我要和你携手并进，踏踏实实的走完这段人生。宝莲，谢谢你用这种话来鼓励我。在剩下的日子里边，我不会放弃我生存的潜力。
我爱你，我永远的爱你，永远，永远。看遍世间缘缺。